取螃蟹，控大牌的。请问这是为倒位来？越南的。今天要来台方澳渔港买一点鱼，看有什么鱼。先去买那个飞虎丸，那个叫做什么？飞虎鱼丸。哦，像每次都去那个南方澳渔港对面那一家嘛。等一下出来再来买。我们先来南方澳渔港绕一绕。这里就是南方澳渔港。再给你拿两百块。白猫一尾，你两个能不能给你四百没有？无啦，那我中餐的。这个一斤多少？三百六。公斤还是算斤？杀一杀，一只就好。这金线嘞，哪哪卖？那个三百三斤啊，阿多拿算三百。这两只而已，这两只没多少钱。四百八给你吧，这两百多块，先交吧。好啦，杀一杀。这个要不要？刚回来，好吃。下皮了。对，下皮了。不要。大小的部分。
就这样，那野生的就长这样，很好吃。我都给你，我先养。好，真的好吃。我刚是跟我老公拿铁。这个你应该有。我来呀。啊？你老公呢？在那边。请问这是为哪位来？越南的。台北好。取螃蟹，控大牌的，不用面漆的，然后我说，一家店就要点五八的话，还会加工，会消融的吗？消融的。我们等一下去买那个飞虎丸，每次都会来买。哇，下大雨。没有到倾盆就是大雨。哦，恁这有在卖鱼哦？叫华鱼，叫十八加九百块啊，拢大只啊。对，又补。还有练鱼啊？你还有练鱼？这人做优家，金针金针。哎，安那吃，几尾？几尾？几尾鹅啊？哎，对。你要几尾鹅了？系啊。250嘞。250哦。你变两尾啊？变啦，几尾了？变大个。大，哎。哎，三只，你只只了。你要这个？我炸炸。三只小姐。耶，遐拢无用哦，我变用盘啦。我念的再来提，我隔壁的鱼哦。好，你紧给我抬抬。好，抬抬的。啊，黄鱼叫十尾，提高百合啊。无啊，无。要饲的啊，我敢唔知。你一斤偌济？再食我买嘞，我有，有一定买无。有一斤偌济啦？再讲，我真心假假来讲吼，我袂来算到贵，你要食东西。这是啥？我碗面，我东西碗只是一斤二多钱。咱是足重的，家长也夹袂起。啊，这这你看，食这大粒的这，你甲食大粒的这拢要怎么夹？来遐有啦，无你青菜的真好食，你甲食看，无紧你少食。你这是什么碗？我这规划连鱼啊，你看无鱼啊，我就无做。你遐食困难些，无要紧，我无叫你买，你就家食看，你就遐小气啦。没呀。啊，这我乌好少，互你食，我无你无食，我死你老。你叫个一斤偌济？没有，那一包百五，三包四百。哎，这个碗如果我就无嘞，我用碗弄面好。你们住哪里啊？台北。台北哦。台北刚好。嗯。台北有下雨吗？有啊。有。我从东头往西啊东。全台湾都下雨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两包二十五啦，好冇？啊？两包二十五，好冇？我跟你讲哦，你听起来是我袂害你。因百三，我拿三包加十块钱，你食这价钱嘛？你听我说。好啦好啦。来吃你这，来加一包干面，你那买怎样？无以后我就无做啦。你送了一个正式的，你明天去买去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无正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厉害的，拢无半点嘛，你讲遐简单吗？你做了，你来来找我，伊能做啊啦。我做几十年，啥拢还袂做，我来做啊。我真大啦，无做了，你买会存是遮关键。我就是到我兜里来，我迄邻居，我人人我去常常去邻居兜里，你做个月生，这拢会使卖这别人的钱，听无？
啊，这个丸子要放里面。这很臭啦，没关系啊，就给它放进去再起来啦。好，我先帮你拿着，你处理好，你把丸子那个绑起来。绑起来，它才不会跑出来啊。然后盖起来，放好就好了。不然你拿到车内，整天都闻死的味道。后来被誉为的孔刘啊。哦。快掉了，快掉了。不应该快掉。干煎才好吃，大师真的太会煎了。莲藕汤，哇，有多香的啊！这个是金线莲，它的鱼有一种特别的香味，跟干煎的就好。这样好吃。准备清蒸。两三下就吃光光喽。